六级之前我可能难打一点，六级之后就好啊。六级之后他要敢骚扰我，就能秒他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你给我呀，这你能把我杀了？请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机器人不在，机器人再有机会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艾克，这两个英雄技能不稳定，我这把中路压力不大啊，压力不大。他现在前期稍微是优势，他手长，我现在不能跟他换血，我踩兵就行了。好，三个兵舒服，躲起来。蓝耗也不多啊，主要我能回，踩一脚，回回去，没事，懦夫和蠢蛋，没事，给你消耗无所谓，我只要收了兵就回上来了。OK， 二级学一。我要咬断你的腿！踩一脚，好。他想要消耗我还是很难的。回血回蓝，我说烧吧烧吧烧吧！要吃还是要死？我男枪离得不远，这炮车一定要吃到，想晕我。哦，哥们，吃我一沉默。你看他打了半天，我血量下不去，我回复太快了。像这种不稳定技能的英雄，根本耗不动我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你敢过来？你敢过来？啊，把他卡住！把他卡住！我看你怎么过来。你敢过来？我他必须得绕回去。你决斗！你还敢来？哦，吃我一脚！哦，这个走位还可以的。很好，先给他个一缓速，给他个沉默，再起来。这波你是必起来了，好吧？我有点燃，但我可能不用交。可以，哇，他这波巨亏，他这波巨亏，这么多兵，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打吧打吧打吧，随便打随便打，你还能把我打死了。打打没事没事，你来你来，这你还能把我打死了。哎，这兵线好恶心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线一定要压进去，这不压进去，他一旦控线我就完了。先生又何风度。好，可以。哦，他跑去支援，不吃这个线，他等级崩了呀！他等级崩了。少了啥都会。他这个人头拿了没什么意义，他等级崩了，我马上六级他就没得玩了。只要我把他击飞，一个沉默他闪现都交不了，更何况他没闪，他还在打，可以杀了两个也没什么用。说实话也没什么用，好像杀了不少，这个资源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我离得太远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算了算了，来不及了。
他撤了两个头，一个助攻。这波线我不推，不要用技能，也不要用小兵去之气，就给他压过来。这补最后一刀，他很伤，我一定是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子！这小兵输了吧？我比他高两等了，快！这兵吃完比他高两等，他 GG 了，他没得玩了。这两个头其实拿了，他损失太大了，他会崩的。好，可以推了。我要咬断你的腿！他会崩的。他还在这里嚣张，不要着急，他们有 Q 了，我先踩，踩不到他这个比较容易躲啊。他钱比较多，出了一个小面具，但是没等级没用啊，踩起来就死了，踩起来就秒了。好，他给我踩起来就死，这个兵敢吃吗？死了，直接可以点燃 AJE 缓速，接缓速一口咬掉，必死，必死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它踩起来。然后我们可能下一个踩我被包了，这波可能再来个击飞，我就哎还可以，这剑姬没包我，还是够到我了。这没办法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没鞋子，有鞋子刚才应该跑了，这剑姬没包我，被拦住了。拜拜。加油，可以，线不错，线很好。他还是只有五级，我马上七级，炮车没了。你也打不动我，打打都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回复快，哎，无所谓。快，随便你打，我大招马上好了。但是呢，他肯定会防着我踩他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趁他补刀的时候给他一脚。好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应该是过不去。算了，还在打。别急，先踩，好，可以给沉默，咬他一口，不给他开大，可以，这波，好，他死了，他没了，很惨，大赚，大赚，我吃塔皮了。我请求与你决斗，输。吃个两分，OK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双生暗影够了，双生暗影够了。他现在想要躲掉我的 Q 是不可能了，除非他有闪。来，准备开个抽奖，欢迎大家参与。还有一波，有没有人再加一波法强？开抽，蓝没了无所谓，我不太吃蓝，我不太吃蓝。现在我只要确定他的打野不在我的附近，我就可以秒他。我现在推线非常快。好，他们去上了，先给他个双生暗影。沉默，你没办法，一点办法没有，沉默一点办法没有。双生暗影打中之后，触发冰冲。冰川征服，必死的。我这么多血，你也想抓我？你怎么想的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
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哎，痛不痛？想打我？来打我！哎，可以，没有骗到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踩一脚，再踩一脚，舒服。小技能伤害也很高，他已经受不了了。我可以再打他一波，我闪现蛮好了，他闪现应该好了，我就 poke 他，吃远程兵，你敢吃？双生暗影好了，但是呢，我要躲掉他的 Q， 不然我被他一套打中，我要死。所以我等他放一个技能，等他把技能放了，我先回口血，这样稳一点。他不敢放技能，看到没有？双生暗影直接开，给我起来！你交闪我没办法。沉默，你死吧！啊，你闪没了，你还在这晃？真搞不清楚科加斯的爆发。掉喽。来一个啥800，OK， 我们去吃个蓝，我要刷我的这个了，大招到现在还没有去刷，少了啥都会显得，刷一下兵，增加我的体型，我都一直用来在杀人，但也刷了三层啊，吞的英雄。我没有双生暗影，不然这波他死了，他跑不了。我来了，别怕。现在我们打小规模团战是必赢的，因为我太厉害了。现在你敢跟我，我醉了，算了，再吃我一勾，怎么这么调皮呢？我就不懂了，双生暗影，先踩一脚，没踩中我。算了，你看看这个，真搞不清楚我的输出啊！你再给我踩一脚，你没了。他有个辅助在这，你来勾我。好，医生，我就杀你。我被他那个什么了。他刚才已经是让泛红了，泛红了我就可以直接秒了，但治疗，早知道有治疗我就不这么出招了。先生有何吩咐？这波他们必死，我双生暗影，我看你这把怎么再跑。双生暗影，就杀你！我请求就杀你！就杀你！沉默，算了，我溜了。我不浪了，因为我的队有点垮。讲道理，太垮了，这不是一般的垮。因为我一个人在中路打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四个队友
还是被人家把塔推了。我已经意识到这把需要我来 C 了，对不起，换个打法。奥特曼都淌口水啊，这个过来一个双三人就带走了，来来来来，随便来个人就行了，过来呀。哎呀，我溜了，对不起你们，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来这里赔一波，他们集中了，来这里，起立，沉默 ，X 科技，缓速，双生暗影，你跑不了，兄弟，好，可以。没甲的切魂券，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我出美甲的血魂券了，行，直接勾了，来上，好，海克斯科技沉默给我死七博。我可能要上去一波，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，赶快四神，OK， 还不错，来把这个吃了。先生有何吩咐？加油！哎，有角度，我不知道这里没有眼。哎，我被看到了。海克斯科技，起立。再起，啥？我很肉，赶快！又是一个七波，舒服，一千多，去买一个大爷带。啥？会显得不够文明。来来来来。恭喜胡亮亮获得大红包，恭喜，快快快快，好的，不错，沉默，海克斯科技秒了，他大没开出来，被我沉默了，起来，留住了，沉默，快上，来人呢，来人呢，怎么都不来，被我留住了，起立，沉默，先咬一个，哦，跟那个好，这个可以咬掉。沉默，缓速，别动，双缓，十八层。
这艾克比我沉默了，直接秒了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退退退退退退。对。OK。溜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小龙，这个给我，我没蓝了。这得给我，这得给我。缓速，没大，我没大。沉默，好了，秒跳，不给他开大，完美。缓速，起来，风筝，没事。你勾到又如何？我踩你，留下，交给队友。好，拉开，拉开，哎，好，人你往哪跑？咦，加油！控制打得很足了，能不能？距离不够，可以舒服。小龙吃了吧，我大招马上好。懵了，撤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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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危险，他们队友快复活了，我刷一下去，才一层，才一层，是一个小龙。快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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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，没大招，什么都没有，哎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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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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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会显得不够完美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撤。3300，有没有人要喝茶？我现在40 CD 了，他们要打龙了。打了打了打了，来先来一个双生暗影探路，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我需要支援。好，沉默，没关系，踩一脚都得死，这一脚无解，这一脚无解。好，大龙我们的了，立大功，这一脚太重要了。好的，海克斯科技，这一脚太重要了，我不能死了，我死了杀人数掉了，这艾克没死的，要小心，提前踩一脚，不然他想，可以。OK， 加油，立大功，25成输。先生有何吩咐？1400块，撤吧。撤撤撤撤撤！我得出一个那个，这个东西。开板甲，开石像鬼板甲，我体型变大，受到的伤害就会减少很多，并且它不会减少我的大招伤害，因为我大招是真实伤害，但我其他技能会减少40%的输出，啊，60%的输出，减了很多。但我一般在风筝的时候肯定是，哎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，莽夫？莽夫，你不怕我的大招、哦？咬死你！给我起来！大招不用放了，别着急，一脚踩。好，边缘先 OP， 给个沉默。好，好，空大舒服。游戏结束。
都会显得不够文明，对吧？我大招都没有机会刷小兵，全部用来杀人了，才一层，六吧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吃个蓝，刷一层小兵，刷一层小兵，太少了，才一层。我伤害很高的，拜拜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哎，来人了，完了，两层了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差五十块，我们再打五百吧。正好把这个金身给用了去，这波团战没我不好打呀。再买个药水。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他在骂谁呢？说说说说说，再刷一层，再刷一层。3700血，血量有点低。先生有何吩咐？给我吃一个小兵，吃个小兵，吃个小兵。三层，3800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4300。管束全部给我起，沉默，来吧，打我，我无所谓，我不怕的。踩，我沉默，你打吧，慢慢打吧，慢慢打吧。啊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溜。哎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哎，我操，好像输掉。好人，好像不太行，不太行，退不了。瞎眼吧！哎，他们拖泰坦不守了。不行，来踩！哇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个平 A。为什么不偷完？被秒了。准备大龙，准备大龙。精虫。啥？啥？啥？4600滴血。我还得再刷一下，啊，还差三层。我再刷一下，吃个大鸟，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四成了，4800，对到5000，不行了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大龙呀，逼他们出来，他们好像不太想玩了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可以再吞一个小兵去，马上就叠满了。来了，5000了，4994，先来个双生暗影，
然后呢把这个落单的给击飞，接沉默，接海克斯科技杠八零零，接踩死你打不动我呀兄弟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有多硬吧，你点我也没什么用，你往哪儿跑，我这一脚卡你位了兄弟，我先给你来个沉默，我再给你一脚，我就小技能就把你点死，开个石像鬼板甲，我你知道什么叫肉，什么叫肉，这就叫肉，再吃一个 OK 5200滴血爆炸，有点爆炸，